我哋今日又嚟到亚信屋，之前咧做咗一个快闪七折嘅活动，得个两日，想扫货都扫唔切。不过其实咧，佢嘅七七折都已经好抵，仲有特别嘅系要留意一下一啲两件价。发现其实原来间间嘅七五九都有唔同嘅产品。今日我哋嚟到将军澳广场嘅亚信屋，都揾到呢期做紧一啲特价两件价嘅抵买精选，一次过介绍晒俾大家先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，带你们搜罗身边有什么抵玩、抵食、抵买的东西，可以订阅我们，按旁边的钟仔抢先看，跟贴着我们最新的情报啦。还有记得留言、赞好和分享我们的资讯给你的亲朋好友啊。大家记得 follow 我们的 IG， 这样就可以一箭双雕，同步收到我们最新的资讯啦。多谢。日本 AGF 即冲末茶牛奶绿包装21.9，七七折之后咧系16.8。咁佢呢个品牌仲有即冲牛奶咖啡白包装，法式牛奶咖啡都系白包装，焦糖牛奶咖啡都系白包装，可可牛奶咧就系绿包装，全部都系16.8。同一个牌子仲有龙口系列，龙口牛奶抹茶绿包装25.9，七七折之后都是19.9咋，咁都一样啦。佢其实咧仲有其他龙口口味嘅咖啡，其实咧都几中意亚信屋呢度咧，经常会采购一啲世界各地，特别系日本、台湾嘅高质零食同埋饮料产品，仲要系以一个低价发售，咁样我哋先可以用一个优惠价试到更多嘅好嘢。这个亚信屋牌子的茉莉花茶呢终于被我找到了，找了几个月了，终于不是间间分店都有，正价26.8，七七折之后是20.6，有15.3茶包，因为这只3茶包呢个茶味特别香，冲多两三次呢还有茉莉花香味。那它其他味道好像原米绿茶、煎茶、铁观音、红茶，那我也有试过它的原米绿茶，味道都是很香浓的，推介给各位喜欢喝茶的朋友。再来看看这些两件价的零食先，这个是童星的车打芝士脆片，蒜香海老味和松露盐味都是16.9两件，平均一件是8.4的。日本果干系列，宫崎柚子皮、柠檬片、芒果干，正价咧系12.9，七七折之后系9.8。而家夏天咧可以待定一包呢啲生果干喺个袋度，嚼下啲生果干咧都可以帮下你消暑解渴。日本人户黑芝麻粉同埋黑芝麻粒，正价咧系14.9。七七折之后咧系11.4。呢个亚信屋品牌出嘅猪肉烧卖第一次见，正价要52.5，七七折之后都40蚊。咁我一包咧有12粒，平均一粒系3.3，相对亚信屋嘅品牌好似比较贵咗少少。咁佢抵唔抵食，就要睇下佢好唔好食啦。这个特级德式咸猪手51.9两件，平均一件是26蚊咋，好像挺抵食喎，咁大件。咁佢写住咧，请烹调熟制后食用，咁你就可以根据自己嘅喜好，可以煮黑椒咸猪手、南乳炆猪手或者酒酿醉猪手都得啦。加拿大多春鱼200g 21.9，七七折之后咧16.8。发现咧，而家好多超市嘅多春鱼咧都静鸡鸡咁样加咗价，咁我觉得呢度嘅价格都算合理。咁呢一度咧，除咗好多日本面之外咧，都有好多台湾制造嘅选择。虽然嘅价格咧都唔系话好平，但系味道都几特别，可以介绍俾大家睇下。花雕酸菜牛肉面3包装67.9，七七折之后系52蚊。
仲有一个米酒麻油鸡面，都是七七折之后$52。面摊酒炖排骨风味汤面46.9，七七折之后咧$36，一劈有五包。仲有另一款椒葱纯酿乌醋风味干面，哇！听佢个名好似酸酸地，好开胃咁。呢一款有兴趣买一包试一下先，一样咧都系$36五包。发现新大陆啊，姊妹们留意啊，56.9两劈，每劈有两包。每包又有18片21cm， 简单啲嚟讲，即系56.8系有72片啊，即系平均一片系8毫子都唔使，超抵啊！实测试用过都唔错，嗯，哈哈哈哈。丝皇烧臭香薰油顺剂42.9两件，平均一件咧$21。佢仲有一隻花香味，同埋另一款抗菌特浓，咁梗系要抗菌特浓同埋花香味啦。特强厨房去污剂15.9两支，平均一支$8，有薄荷味同埋香橙味。呢只日本小林制药嘅芳香咗咧。一定要买喎，26.9两件好抵喎，平均一个都系13.5，分别有 BB 爽身粉、法式云妮娜同埋海洋花香，哇，三款都想要啊，有冇三件价？庞氏蛋肌卸妆洗颜泡泡32.9。七七折之后$25，仲有另一款去角质卸妆泡泡都是$25。仲有呢期咧最新见到嘅支装牛奶咖啡抹茶牛奶14.9，七七折之后咧都是11.5。想试新嘢嘅朋友又有多个选择啦。最近香港的天气冲破百几年来的高度，我想很多人的活动都转了去室内，行下商场叹下冷气，其实都是好事来的。大家集中在商场或者一个点来叹冷气，那就可以减少在家开冷气，环保一点，对地球都好一点，地球暖化都没那么快啦。如果不是，香港就来会没有冬天的啦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，带你们搜罗身边有什么抵玩、抵食、抵买的东西，可以订阅我们，按旁边的钟仔抢先看，跟贴住我们最新的情报啦。还有记得留言、赞好和分享我们的资讯给你的亲朋好友啊。大家记得 follow 我们的 IG， 这样就可以一箭双雕，同步收到我们最新的资讯啦。多谢，拜拜。